张震朗凭踩过界演 Gogo 一角爆红，第二季入边仲会藏战李佳芯，好激噶。不过先甜后苦，尾声会被炮哥单立文夹和杀死朱千雪，踎监之余仲要被囚犯围住丧打。据知无线计划全力催谷张震朗做一线小生，在九月开拍的新剧《坚尼地对坚尼地》孭重飞，同爱回家二拍档兼绯闻女友龚嘉欣再度做情侣，名比位去上啦。上个月26号，我哋就影到张震朗现身将军澳出席明珠台记者会之后，佢同谭海琪、何君成一行人行去停车场，同何君成喺停车场暗角位吹咗一轮水之后，先自己揸车走人。之后佢一支公麻甩行深水埗电脑商场，成件事好 dry 噃。现场所见，佢一支箭行入一间铺头，第一时间就去角落位，耷低头左及右及，最终博取买咗一个手机游戏遥控，就急急脚揸车翻位于深井嘅碧堤半岛寓所。事后我哋打过俾张震朗，问到获无线力捧，佢就卖口乖，话自己不嬲听教听话。对于再同全国绯闻嘅龚嘉欣合作，佢大赞女友陈之由善解人意，唔会嬲。佢哋俾机会我嘅时候，我自己系要好努力去做好嗰件事，等佢哋唔好失望咯。即系呢个系我觉得，即系对自己嘅一个责任嚟嘅。我觉得系，因为我以前夹惯我，我都觉得应该都会出嚟都几好笑嘅。我唔惊啊，即系传过已经唔系真嘅，咁就唔会再传不获啦嘛。好朋友嚟噶嘛 ，Apple 系，唔会嬲嘅，佢善解人意啦。